抓了一把什么？我刚才跑步了，那点我一看都没有点绕，我跟那点扫一样，我出这个，我绕了一圈，绕了一把。1 hour later， 几个呀？几个？2、4、6、8，九个嘞！不绕不绕不绕，放过去吧，放过去吧，放下去吧。走吧，那放回家去吧，放回家去吧啊！走路的那个地方，我走路的那个地方旁边有一个小树林，然后每次我从那儿过的时候，都有很多人在那儿绕爬着。然后我刚才过的时候没有人绕，我就自己转了一圈，转了一圈，看到了9个，不少不少。我跑步一般都会戴上耳机，跑步快结束的时候，总感觉有人跟着，我还有点害怕呢。主要是这两天出来跑步的时间也有点晚，估计他也看出来我害怕了，就叫住了我呀。真的惊到了我，原来是妈妈。这时候大家也都准备回家了，他担心天太黑了我一个人不安全。看到妈妈之后，真是我都30岁了，在你眼里还是个孩子，也不知道啥时候跟在我身后的。其实路上没人的时候，我也确实害怕。这两天天气比较热，公园里周围的人还比较多。前两天8:30公园周围就没人了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块宝，跑进妈妈的怀抱，幸福像蝴蝶。老舅别你告诉他说后几天是跑。